准备，咱们开了，马匹出来相当整齐啊。不过呢，前速慢一点，有这个大日子，还有阳光型男啊、天生丽质这些都前速相当慢的。现在前面抢速领放了，有点抢口的，这是这个战士啊。大概半个马位之后才是这个猎鹰五月，外侧有一套跟上来，另外雄兔八在内栏啊，那后面点胜利星王现在跟上来了，那旁边则是这个迪拜之风，外侧有林家富士，内侧有大日子，后面则是福宝，那就最后两匹马，包括阳光型男以及天生丽质啊，继续前一马大概。另外呢，有这个胜利星王了，还有雄兔霸业。跟着是这个迪拜之风啊，福宝啊，超这个阳光型的林家富士这马匹了。现在看到胜利星王走势不错，已经越过了有一套胜利星王越过了有一套，后面再追他的包括这个福宝，还有一套没法招架，胜利这个阳光型他追上来，不过呢胜利星王走脱了，福宝在追他，福宝追胜利星王，胜利星王先抵达终点，福宝跑第二名，第三名则是林家富士或者阳光型男，内侧有这个有一套，这个迪拜之风走势一般，后面有这大日子猎鹰五月，然后呢雄兔霸业以及这个林家富士战士已经。